一齐二拉三收紧，看这两边的对比真的好夸张，哇塞，我现在感觉脸上绷了个绷带一样，好紧。韩国人真的是把护肤玩明白了，一边提拉一边给你哐哐补胶原的神奇面膜，你见过吗？而且不是敷15分钟啊，是要敷2到3个小时的，有点冷门，但是巨惊艳。每次敷完了之后，我就觉得我的脸好像刚做了个大几千的项目一样，特别紧，而且直接小一圈。这个胶原蛋白提拉面膜在韩国明星网红圈特别火，听说他们走红毯之前都要敷一下，用之前脸上什么都不要涂啊，直接贴。膜布是那种带特征的线膜膜布，弹力特别大，贴完一边脸就已经很明显了。你们看，这边就是往上走的，法令、苹果肌、眼角都给它拉上去，下颌线提拉，下巴都给它收进去，宽字纹展平。看它这个拉劲真的绝了，不管是大脸还是小脸都能兜得住，不用天天用，就每次约会啊，或者是有重要场合之前贴一下，很适合25岁以后又凹又垂，然后这里往下掉的。它就是通过物理的作用帮你固定住。成分表第一位就是胶原蛋白，而且每一片里面都有53%的胶原蛋白，并且是500道尔顿的小分子，就特别特别好吸收。撕下来脸不光是紧，而且又胖又弹的，轮廓巨清晰。虽然价格有点贵啊，但是它和普通面膜是真的不一样。25+的一定是神，你会回来感谢我的。